介 ET 个股推介啦，建议大家留意快手1024噶。拣选原因系啦，大型新经济股啦，季绩进入尾声啦，投资者可以留意咧业绩有惊喜嘅个股出击噶。股份留意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嘅快手。快手第三季啦，经调整盈利啦，按年系扭亏为盈，至到31.7亿人民币噶。对比第二季，亦都系增长17%，好过市场预期。主要系受到广告啦，同埋电商业务高增长，期内线上营销服务收入啦146.9亿噶，增长26.7%。电商商品交易总额 GMV 咧2902亿噶，按年增长咧个30.4%。全年而言啦，综合彭博券商嘅预测啦，快手全年 GMV 咧预料会达到咧个11818亿元噶，按年增长31%。快手近日股价咧挑战七月咧延伸以嚟嘅下降轨，如果能够突破下降轨嘅话咧，预料上市10月高位65蚊区，策略上啦可以喺56蚊附近吸纳噶，向下调整7%，即系跌穿52蚊咧就适宜减持。